阿哥我回来了，今天买了个鱼和你最喜欢吃的羊肉，爱不嘛？也心有点痛哦。所以我买了几袋五香榨菜，酸脆爽口，去腥提味，是猪鱼和猪羊肉的诀窍。马上我给你整两个下饭菜。要得，搞快弄嘛，我都饿了。Yes, my turn。先做第一个，取出鱼鳞，用食指去掉鱼头，刮掉黑膜，盖上花刀，葱姜、盐巴、料酒，把鱼头抹匀，腌制十分钟，再把剁椒清洗好，洗去多余盐分，再挤干水分备用。这个蒸鱼的灵魂就是放点榨菜，蒸鲜不是点把点。盘里点上小葱、姜片，放到鱼头。阿公，点火鹅。要得，开干。烧油，加点猪油，加点姜蒜米，剁椒，炒到剁椒出红油，放到榨菜。再来点蒸鱼豉油，七哥，再铺到鱼头上。水开下鱼头，大火蒸十分钟。时间到，哎呀，这个味道巴适的板。七哥，七哥，哦，九成油温浇油，最后葱花收尾。第一道榨菜剁椒鱼头送给你们，羊肉切片，放点盐巴、胡椒粉、生抽、一点老抽、料酒，搅拌匀，让羊肉吃完汁水，炒起来嫩滑。腌制十分钟，切点大葱，滚倒。烧油，六成油温下到羊肉，汤汁变色就可以哈，清出来备用。再烧油，下到榨菜炒香，羊肉这边加入五香榨菜，又能提出羊肉膻味，还能增加脆嫩口感。再下到大葱，大葱炒香后下到羊肉，放一点点生抽，锅边来点陈醋，要得了，西哥。小葱收尾，第二道榨菜葱爆羊肉送给你们。以上两个下饭菜，我后几天评，你们要个小红心就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哦，阿哥请。要得，黑哥。哎呀，今天上上这两个下饭菜啊，来给先整个牛肉，羊肉，拿出来牛肉啊。哎呀，巴适的板，拿来，葱爆羊肉。嗯，那羊肉还有点劲儿不老呢。你看羊肉，嗯，这个菜要多下饭啊，好吃。是五香榨菜是国民开胃小菜，全球都卖了150亿包了。能量就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。如果喜欢我小莫老师，喜欢我们，关注我们，我们的店，拜拜。